可是我打开 GTM 聊天室，它有东西，但我打开我聊天室没有东西，哇，看来要请教曹操了。曹操，感谢订阅。哎呦！哎呦，差点就死掉了。不行，我们不能让这队伍被瓦解。虽然说我还在测试东西，然后告诉大家一个订阅的小技巧啊，你最好在我这个当局快跑完的时候，那个时候订，因为时空会有延迟嘛，大概10到15秒。那时候定的话，你代表说我快跑完了，那我就可以在这个比较有空闲的时候，是念这个你的订阅。但是说我跑完我也是会念啊，但是为了这个更多广大的观众们，我必须先认真跑完，好吗？是我们这个 F 开头的 F01431181，感谢续订 Level 2。我跟阿豹去个 RC， 喂，哇，你一个睡觉欸，很累啊，等一下，我声音好像忘记调了，你直接开睡，好猛。哦，好，没有啊，我想要睡一个小时而已啊，太累了。白痴哦，模拟考，不是，毕旅3天回来，然后六日休息完，又要直接接模拟考，这谁不暴毙啊？你要开跑跑吗？好，开啊，我再开啊。你们先再跑一场吧。只是我会不会没人啊？就是我进去之后可能就少一个人，没差啊，他们有人补吧，他们那边蛮多的。叶影在 QQ 啊，你知道那主力走了吗？他们小花啊，真的假的？为什么走了、啊？跑去别的了？小花被我去成精了。哦，重金砸的是不是？金涛很可怜啊，金涛就是需要他的时候就拉他来，然后不需要他就把他踹掉。为什么啊？我不知道啊，金涛已经被踹掉2次了。然后，但是到最后，他们诚心已经没有办法再找人来了，所以就又把金涛拉回去。然后方龙打完 TPG 决赛拿完冠军喽，然后又把他踢掉了，又不滑进去了。哎，不对，拿冠军的是博那一队，
陈信宏拿第三，然后金涛就被踹掉了。你在等等吗？我在打账号。打账号。等等等等等，哎，国服不会自动开始哎、欸，好酷、啊！会啊会啊会啊！我刚按没有、啊，没有国服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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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会，全部人准备不会自动开始。有留空格就不会自动开始啊。我说有两个是不是？要八个人？要没有空格才会自动开始啊？哦。好，好伤啊！开个直播，快开快开快开！九点我陪你玩一下，玩完之后再跑吧。嗯。只是我聊天室就爆了、欸，嗨！我的聊天室，感谢订阅，感谢小草月凉面。感谢续订，是的。你开啊？啊？我在开啊。我很久没开啦，我没有影片了。没有，我是说你刚开啊。嗯。这边，嗨嗨，感谢董内扎克。这个等人多一点的时候，我再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 QR code 是怎么回事。怎么了？你有东西了？确定给的？对啊。为什么又有 QR code 了？嗯 ，P 卡的。P 卡的 QR code。对啊。那我怎么没有？我不知道。要不要问一下？不用啊，没有很想问。看我台四年了，感谢。小 Rock 不是在吗？对啊，他叫我们在跑市场啊。你可以进吗？进。我来了一个提线哥，辣椒。哦，真的？好吧，那够了。哎，那个是官方账号吗？对啊，他们之前 K1 账号，他们没收回去，就玩家继续玩那一只啊。李湘，我问他说：“哎、欸。”你可以进吗？少一个，然后他说好，然后我说没有，没缺了。还是有位置啊，这样让一下就好了，谁飞啊？哦，灵敏度好高哦。你看我会那个吗？不会。感谢订阅。哦呦，下去。Hello。哇。Hello， 李湘。哎呦，我那虚游密码被改了，变得很改了。不可能密码不可能被改啊！虚游哎，就你给我那只啊。我说绿色的、喔，是吧？需要适应，超级难。绿色那一只被改，要不然我帮你再买一个好了。再买一个、啊，感谢。丁丁0803，感谢订阅，新订阅。
所以蓝色信友不能用就对了。好了，声音蓝色信友没账号，我忘记了。蓝色不是在用啊？啊，蓝色我没有在用啊。你开我的要不要？我没有在用那个。好，看看。小草麦香送你。包括作文写啥？小草麦香送你，我是正。感谢豆内。现在流行砸扣就对了。好，这首歌是皇后区的皇后。我想我今天作文，今天作文题目是什么？我想一下，那个我眼中的台湾是不是？我好像写了，我也是一个绞尽脑汁啊，一个小时内写了这个几个字，我想想，好像写700吧，我应该要写到700。我本来想说，因为那个模拟考试。电脑阅卷嘛，就是写越多越多分嘛。然后我每一段一二三段我都写在十行左右。然后第四段我要写的时候，我就听到那个监考人就说剩五分钟，感谢三行 D O L A N N I， 感谢序定两等，一个超级结尾啊。还好，今天我感觉国文没有很难，然后英文像天书，中文也蛮简单的。哎呦，哎呦，这太水了吧 ！Oh my god！那我上线要先试跑几场，好，我看会不会断。哇，不行不行，想要在上面甩的时候，看有没有机会过一个。郭文，你错15，你们怎么没有答案？答案不是明天才有吗？答案不是明天考才有吗？你们怎么没有答案啊？等我一下、哦。先甩一声蛮大声，好吧，甩一声调小一点。好，现在人比较多，我跟大家讲一下，我现在这个右边挂的这个 QR code 是这个 Pika APP 的一个功能，大家可以目前只支援安卓手机啊，只要是安卓手机的用户可以，等一下，可以下载一下 Pika 这个 APP PIKA， 然后可以跟实况主有互动。就是你只要把这个扫下来，然后你就可以传送这个表情贴图，然后你的表情贴图就会出现在我的直播上面。然后我忘记换车了。哇操！这种死人没救了。有毒吗？没有，咱们没有毒啊。跟大家讲啊，其实我觉得英文就你认真写的话，多多少少还看得懂一点。然后我是已经讲好一节课我就要出去了，我要提早交卷。然后我看最后剩10分钟左右，我就把剩下最后10题的那个超级多的那个题组用标的，然后就出来了。再见了。蜜粉砖的我今天统一不回，蜜粉砖我今天统一回。
哎、欸，你们第一圈多少啊，猫哥？我五八。你五八，我十六哎。不错啊。而且我旁边还有一个队友，我们两个都十六哎。你们看着办吧。可以啊。可以把 P 图移到左下角吗？看不到时速表。不行。可以把那个移到你的视讯上面吗？不行，我是视讯上面是聊天室。不是，我说你的视讯的上面。嗯？有没有？你看，这是 APP 开始用的时候就会出现那个表情了。对，可以跟实况组互动。好，今天九点传说对决的工商。好，今天有小草朋友一起玩。太棒了。他 rug 好吗？我不知道啊，问他。好，是吧，看看吧。我开了。哎呦。你要开的是怎样？你已经上线了吗？上线了。你要用的还用是不是？等一下哦，好来吧，密码九。对啊，因为他应该是代码爆炸了，我聊天室坏掉了。排挤 LOS 吗？目前是排挤啊。你那个是哪一个啊？QR code 扫描，东西。我说厂商是叫什么东西？那个，我不知道，小燕子爆牌我就接了。上我说我是说那个 QR code 的名字 ，PIKA 啊。就 QR code 中间有个 P 那个。哦，那我没有，我确定没有。哎呦。哦、哎呀，我以为他撞到我，哇，大爆炸，又被骗，哇，夜影开始嘲讽我们了，没关系啊，夜影又追不到我，其实跟大家讲一件事情，那个聊天室我不会用，超早帮我用的，用好之后我就再也没动过了。人间是谁？不是那个间啦，是那个无间道的间啊，是一个技术很强的玩家，台服的人。可以调个位置让眼睛不要反光吗？不行啊，已经反光好久了。那 QR code 是什么 ？QR code， 我来看一下你的 QR code 是什么？是什么？那怎么加指令啊？反光吗？不行啊，已经反光好久了。那 QR code 是什么？哎、欸，有没有资格跑？嗯，哎，不需要跑法哦。
哦，你不会跑这关是不是？我还没碰过。哦，Rock，你声音好小、哦。Hello，Hello， 有大一点点，一点点。哎，我是把你压掉了。那我时速不够。两个都倒了，但我要被夹了。没关系啊，三夹之内有空档。是这样形容的吗？追不到，吸不到尾流。好了，我看一下，你想分吗？没有，应该没有吧。可是是一模一样的、欸。啊？什么东西？没有，没事没事，不要理我。到比赛什么都是无改的，我也不知道哎、欸。应该是会无改比较好弄到吧，而且比赛比较刺激啊。他改了后起跑就分胜负了。这登录伺服器。拜托、啊，聊天室。还是我的坏了，聊天室。王子是一模一样的、欸，嗯，一模一样的。总共网都扫不到，你要是安卓用户才扫得到，现在没有开放那个 iOS。嗯，应该说不是没有开放 iOS 啦，正常的厂商都会，两个都申请，但是 iOS 的审核系统比较严格，懂吗？应该是审核还没过路了。对啊，任何游戏都是啊，因为厂商不可能，就是他游戏好了，他一定是同时两个审核啊。但 iOS 每次都会比较久，一直以来都这样，就比较严格了。你在哪？我也不知道啊，我问很多次了，他没回我。我就问他要不要跑，有没有空，他没回我。啊，飞过了，你行。没差、啊，不是很好。倒啊，他们空啊。继续跑，我不会碰到你。
对啊，可能今天的人是刚好坏了吧？算了算了，就这样吧。只是没有聊天室的话，你们看还好啦，因为你们都在旁边聊天嘛。但是，如果影片传到 YouTube 的话，YouTube 观众看起来会比较无聊一点，因为就聊天室很空啊。换哪一张？这时候就要这个跟这个 YouTube 的观众，嗨 YouTube 的观众，今天聊天室坏了，帮 QQ， 你们也不能打，好不好？你们就在心中默念吧。推一个。我哥有连到手机网路，对啦！我连到手机网路了。哇！我忘记跟你们讲了。手机网路，手机网路。因为我开到个人热点啊。哎呦！死去了。豹哥很凶屁哦，干嘛？啊，对，你刚刚好像很凶啊。我聊天室暴动了，豹哥凶屁哦，大概这样吧。帮我聊天室陈述那个口气。等一下哦。好了，应该不会卡了，应该不会卡了。好啊，应该不会了。Rug 有开台啊？有啊 ，Rug 有开台。没有，你正要开。哦，你要正要开是不是？你要测试是不是？对啊，正要测试。我自己有爬起来，有进到中，多保险一点哦。没差了，来得及了。啊，这样丢弹应该就不会再累格了。丢弹是什么？就是他们那个 APP 是跟观众可以跟实况组互动的啊，就他们可以传贴图给我，然后我就实况上面可以看得到。哦，所以你在实况上面有设定是不是？有啊，然后他就去丢鸡蛋，妈的！我听起来怎么是不太好的 APP 啊？我被丢一整天的鸡蛋了，我。听起来是不好的 APP 啊，一直被丢鸡蛋。不会啊，很好啊，互动很好玩啊。啊，丢鸡蛋有钱吗？
啊，哇，丢一颗鸡蛋十块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豹哥咋抠？没有啊，都是免费的，都是免费的。免费丢鸡蛋？对啊，免费丢鸡蛋，想丢就丢啊！外面那个鸡蛋现在很贵的、啊。哇！哎呦，爆炸了！李玄靠你啦！哼，你被杀了。他听你折吗？暴动就被杀了。奇诺会拉距离啊，看一下。里面就是奇诺最烦吧，其他就还好。哎呦，这样没中，闪掉了。等一下，我应该可以关吧？喂，我要调语音改。等一下哦，那我声音会很大声啊，奇怪了，这样我碰不到自己的声音。他们说那个，他们说丢鸡蛋，他们就会那个。好啦，那就先暂停啦，大家先不能丢了，好不好？大家先不能丢了，大概就不那个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大家不能丢了，太棒了，不能丢鸡蛋了。好啊 ，Frog 呢？我调一下音感。你们再看一下，这样还会累个？还会累个的话，那就是我的网络问题。哎呦！倒，那个被我杀了，很惨。我第二，哇，七爆了，没差，我爆人没差，哇，不错。你先一下哦，知道。到了，第四，干，你这是什么速度啊，爷？嗯，你不要弄哦。没有不要弄，他没有停车，我投票太快了，然后他挡在前面。哇！爆了！吸一个。
所以对面叫什么？叫爸爸来了。真的吗？真的、啊。这爸爸来了。爸爸来了。怎样？不好吗？不然还有哪里？听起来不错啊。好对名哎、欸。爸爸来了。我记吗？钢筋甜蜜，感觉。刘红旗有点难控，我光是。白痴，事情还不回来。什么被你带走了？嗯，我跟他讲说九点我去忙啊，九点半回来跑，然后他就说那就先三三。不哭嘞！他消失哦，你没看我在群主密他哦，我在群主问他，他就一直不回。One down transfer, one down river。哎，他们说我们的声音太小，我还增强了。不，对啊。到 OBS 那边设定吧，直接在 OBS 那边增强就好了。音调三倍了，那就五倍啊。对啊，一倍一颗变量吃不够，你得吃第二颗；一倍不够，你得调两倍。你就李学阳哦，三个便当怎么够？当然要五个啊。哇！我是不是碰到他？没有啊，他不太玩。对，他不太玩 S 二，他玩 S 一。真的？嗯。有一个留车机啊，你继续追。他应该停车。去妈的！很明显哦，那已经停了。我不要看，我不要看。对啊，对啊。没有啊，他威神给他顶啊，我已经放了、啊，放我怎么样？啊，你懂意思吗？我懂啊，威神给他顶啊，我已经最佳化去撞他了。没有。哈，你有撞到吗？我撞到了。刚才是奇诺对不对？我调二十倍。哎，换了。鲁夫。Hello。现在有很大声吗？有啊，有一点。是吧？是我原本的声音是吧？One two three, one two three, dream. One two three, one two three, dream. A strong bet. Tom， 你知道我们 B 流的时候，我们 B 流的时候，我们全班在那边打传说对决，然后我们的领队也在跟我们打传说对决。我们想，我们几个十几等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们几个十几等，然后想要带领队玩，应该没差，就领队一个二十五等啊。原来是一个，原来是有一神带四坑、哦欸，但是，嗯，爸爸来了，九点半会到齐吗？看一下鲁夫吧，看鲁夫。好，先这样吧。太棒了。那小草呢？喂，我在救我聊天室。嗯哼，是不是什么东西要打勾啊？等一下，有个东西要打勾，不然它会过几秒钟那个聊天室会不见。是我这边要打勾，你那边要打勾？我不知道啊，我不知道你说什么。不是，我在公屏上讲话。哦。
哇，好吧，没差、啊、没差，他不会怎样，你是 rock 吧，这句话出来就好了。哈哈。哦。好、哦，我都被喷了。对啊，所以在跟人家对抗的时候很小心哦。那你也可以去喷别人哦。NLB 啥啥啥啊？谁啊？哦，这车有够烦。哎呀，就这样，好好的走就好了。我来是单身道、哦，一个。好啦，我是单身道。好，我被压了。怎样啊？哎呦，哇，他好快哦！他在从我前面飞过去。这张图还没练。这玩意儿好难控，好了好了，聊天室我来弄一下。Perfect stone, 最后两场啊，连续攻三啊。嗯哼，对啊，今天半夜陪你玩，还回来吗？不要，我今天半夜陪你玩半小时。嗯，还好啦，半小时快，短暂坏掉。你说会被消失吗？一二三，三二一。看他会不会消失，应该是不会了，应该是不会，应该是不会了。哎呦，哎呦，靠一声，回正了。哎呦，好喷哦。对了，没有哦，秦牛怎么跑那么远啊？哇操！你们两个路线打在一起啊？没有，他没，他没有，他没有要外漂的意思啊！你杀了，反正他又不是我队友。哎，没嗨到！因为我刚走了一个不能脱票的路线啊，他提速一定会快我一点啊。哎，我先跟我的观众说一下哦，那个。就是九点，就是等一下，我要陪豹哥玩一下《传说对决》，太棒了！太棒了！强迫推销啊！我没有查、啊，《传说对决》好玩啊！何胜，何胜，我过他。
既然这样，那我去传说对决一下。对啊，你九点的时候要看传说对决可以看啊，然后不看传说对决可以去看一下 Rocket 台啊。最后一场。最后一场玩这个，好。哎，我等一下我要去厕所一下。嗯哼。哎呦，我撞到我来跟人家结仇喽！倒一个，倒一个杀两个队友啊！你瞧，好惨啊！过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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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一个就赢了。好，这个对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我没死，不幸中的大幸。反应变慢，天哪！过一个就赢喽。你看我会晃吗？会，看你会晃。会，我看你很晃。我看你很晃哎。很晃，不要靠近我。谢、oh. 欸。过一个不会赢哦。懂吗？阿豹。哦、oh, ，他们两个被我杀了。哎呀。哦。我竟然很低能能过。我操！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我妈打烂这个，不能哭了，尽力了啊！我这个已经不是尽不尽力的问题了。我在那个要飞出去的 S 弯之前撞到，然后飞起来。每次都要把那个巨，我们把那巨熊那个 P 图给他们了。那个开玩笑的而已啦，还是要另外拍吼，那个又不可能给他们。什么时候交啊？我还没拍、欸。随便了，比赛前吧，比赛前。好，我厕所一下。